我的座右铭是越努力越幸运。其实就是说，我们也是把曼都这种服务业，我们的操作我们带到小美，因为我们曼都我们是希望说，企业是员工要跟着企业一起共同成长，所以像我们在曼都，我们就常办很多的教育训练、游学团，然后我们带着员工一起，大家要一起成长哈。那小美的部分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刚进去的时候，那我们也带着员工，好，就是到日本，好，去这个去学习一些新的技术，然后我们也做很多设备的改变跟添购，好，因为我们现在小美就是有三支畅销品，一个是香草冰小黄杯，好，然后一个昂岛婚柜，那后来又增加了这个黑糖蒸奶，这三支，但这三支呢，其实就是营业额就在到那个地方嘛，那所以我们每年还是要推陈出新，每年要尝试这个推出很多新的冰品，那我们也跟这个就要懂得借力使力啦，其实我们做了一些联名的商品，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连锁店协会的这个第五届的理事长，那所以我们有一些通路的好朋友就会觉得还好，就会觉得说，哎，那这个他们不是做冰的，但他们商品可能客人很喜欢，所以他就是说，哎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同来合作？所以我们也跟歇脚亭有合作泰式蒸奶，哦，类似这样借力使力，哦，然后用联名的方式强强联手，强强联手。